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历十月二八，旧历十月七日，礼拜五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军。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三十秒的新闻重点。彰化是出名烤肉饭之乡，今年却连续传出彰化市不少间知名烤肉饭路店宣布要结束营业，消息一出，是让真侪乡亲感觉真可惜。大肚和美跨海桥梁，二十七号伫来自部长徐国勇、台中市长卢秀燕、彰化县长王培碧等民意代表的见证之下，正式开工动土。河滨头处理中心路六段三十九巷，因为年久失修，影响当地居民的通行安全。关于园林中汉向县政府争取经费，重新修缮道路。彰化市是真出名的烤肉饭之乡，二十四点钟拢烤肉饭通好食。想袂到近期煞连续传出，包括位伫成功路顶的夜市啊烤肉饭，中正路顶的鱼市场烤肉饭等路店，宣布要结束营业。消息一出，是予袂少乡亲感觉真可惜。爱食烤肉饭的彰化人拢知影，成功路顶的夜市烤肉饭下晡三点营业，定定是一点外钟就卖掉了。想袂到昨突然间打出告示，讲要停业，消息一出来，袂少人客拢感觉真可惜。啊，食无找北京啊，无遐啦。对啊，哎，感觉做万事的无，做无人当人，我歹做。你食，你食烤肉饭，你就做，不做退业无啊？哎，感觉做唔甘的无？哎，那也袂。业者真无奈讲，店开六十多年，按伯伯手头接手嘛，已经做三十多年，真正是做甲真忝。一年外进前就想要退，拖到即马无退袂使。同事拢退休，像我搁咧做，足可怜。啊，恁做几年啊？我。你诶，咱开几年啊？六十几年啊啦。六十几年啊。啊，我足侪迄落。大家在看烧一下，大家拢做唔甘的啊！无钱，嘛无法度啊！你总无可能，我嘛是做唔甘的，我一年拖过一年嘞。本来要连咪一年要退都唔甘，啊，搁做，已经搁做几落年啊嘞。系啊，嘛无法度啦，真正有一天啦，总是有一天一定爱退啊。啊，你有想要传承咯？别人看，甲人安那做？无啦，伊这阮老伙仔服务我嘛袂使，要传嘛是爱阮老伙仔传，唔是我咧。安尼哦。系啊。除了夜市烤肉饭以外，中正路的鱼市场烤肉饭嘛同款宣布要休困。成功路另外一间老店最近嘛休困，不过少年头家讲，因伫咧整修。相信即使我们彰化几间老店做一个调整，可能有其他生涯规划了。啊，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单纯只是做一个整修，啊，然后希望说能够营造出更好的用餐环境，来回馈给我们的顾客。彰化市这几天接连刷几多间烤肉饭名店宣布要停业，业者心声，多数拢是做食的实在是伤忝咯，也未想要给囡仔接手，只有停业才当真正休困。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大肚和美跨海桥梁是台中甲彰化两地乡亲期盼十几年的重大建设。二十七号，内政部长徐国勇、台中市长卢秀燕、彰化县长王惠美等民意代表共同出席动土典礼，做会打造台中彰化三十分钟新外宽，工程预定伫115年来完工。大肚和美跨河桥梁是台中彰化乡亲盼望十几年的重大建设，但是所需要的经费真重，如果历经疫情完不了大气、欠工、欠料等因素，总算伫个二十七号正式开工动土。第一层开工顺利。交通到哪里，经济就会发展到哪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座桥的开工，然后很快的应该就可以完工的话，那不管在河里或大陆，我想在经济发展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就是，事实上这座桥还有景观的作用，大家来看夕阳是非常的漂亮。那节能省碳，让我们民众不要绕这么一大圈啊，可以省很多的汽油，省很多的时间。
这个都是相当重要的。内政部长徐国勇、台中市长卢秀燕、中华馆长王惠美等各级民意代表马东出席党工典礼，甲乡亲做伙见证期盼十多年的大建设，总算是看到进度啊！大家争取了好不容易十年，终于把它动工了。那这个呢，衔接到彰化，会从我们美港公路，后续呢，交通部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台十七线啊、六十一线啊，以及国道一、国道三，会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规划。那未来台中来到彰化两分钟之后，在彰化地区，不管你到海线或者到高速公路，都会非常的方便。这条桥梁很长，一公里半。那整个总经费要32亿哈，那对台中市政府、对彰化县政府来讲都很辛苦。但是呢，王县长跟秀燕，我们有决心哈，我们要说到做到，一定要来开通。所以今天终于来施工哈，那两边的经费各负担一半。那以台中市政府来讲，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同事哈，我们的徐国勇部长哈，他大力的补助我们差不多12亿左右。那在彰化县也是，我们的交通部长补助彰化县也差不多12亿左右，大大减轻我们的负担。当然，剩下的3亿我们要各自筹啊筹措哈。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两边的议员哈，促成这项的一个工程开工。这次台东河滨大桥开工，按大东文昌路到河滨接待的11线，总长度大约1690公尺，主桥大约1440公尺，工程预计在115年完工，有效缩短两地居民的通车时间，让中彰县外圈更加紧密。大彰新闻叶芳如台中采访报道。河滨头处理中新路六段39巷是当地居民通勤的主要便道。无论是要往国道，也是新港镇地区，拢会经过这条巷道。土处理长陈建兴反映，该巷道年久失修，影响通行安全。关于原林宗汉积极向县政府争取经费，重新修缮道路，提升用路的品质和安全。河滨土处中心路达段39巷，为将来乡亲要往国道，或者是新港地区的重要便道。里长欢迎这段路年久失修，部分路段破损歹行，希望当争取重新来铺设道路。谢咱林宗汉议员吼，甲咱争取咱彰新路六段39巷，而且有20几号吼，而咱这路面本来就较旧啊，而这边吼，甲咱整理了安尼，甲咱 AC 抛除安尼。空了真水，也真好。也感谢咱林议员，甲咱立的安尼争取经费来甲咱建设单呢。土厝里的啊，咱的陈建新里长吼，他来反映吼啊，这个六段吼，39巷这里吼啊，民众吼反映吼那个道路吼都没有啊整修过吼啊，道路非常的啊破损吼。啊，经我们的里长哈来反映啊，中案呢马上反映彰化县政府哈。啊，来做一个 AC 铺设完成哈，啊，给民众哈啊一条啊新的安全哈的道路。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陈建新里长哈对里内大小事的用心。县员林宗汉接到丁情，这个向管府争取经费来修缮专长大约100多公尺的巷道。林宗汉指出，道路修缮完成，将大幅提升乡亲的行车安全，以及让民众有一个散步运动的好环境。多张新闻，叶鹏如何必彩虹报道。秀水乡里幼林园重新改造儿童游戏场，提升幼儿伫游戏时阵的安全性。广告回来，带乡亲来去了解。我伫遮要甲各位推荐黄秀芳，即个伫敢若我家己个亲小妹同款，伊也做过3届议员，啊2届立委。我要伫遮拜托咱个中华个所有个乡亲，拜托个黄秀芳甲支持一下。黄秀芳，这四年来，中华第一间百货公司，2座立体停车场，3条登山观光步道，搁得到4项国家大奖。
让彰化更加进步，让大家更加好的生活。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三月二日大家站出来，市长选四号，彰化事事好。咱上好的镇长啊，游水村游镇长，拜托一定要选哦，咱阿村啊，安尼好唔好？好。我必是一个因大乡亲，足侪乡亲是大，不难改变。我相信，我嘛准备好啊。这里是我们的家，返乡的年轻人耕耘这块土地，家里的长辈在地安养受照顾。丰富的育儿教育资源，是我爸妈最大的靠山。美好彰化，稳健实现。今晚收看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李冠金。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十月初五。根据统计记载，明仔在位伫东南方，好时是透早五点到七点，适合气候交易。继续提供详细路面资讯和乡亲参考。国民党庆祝建党128周年，今仔日上午，中华广东部以顺翁礼举办庆祝活动。今年多好拄到选举年，活动现场除了党员同志以外，党提名的名单或者是首长候选人，也拢纷纷到现场拜票。广东部更加呼吁党员爱全力互选，拍赢选战。国民党庆祝创党128周年，中华广东部依照往例举办庆祝大会。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广东部主委呼吁所有党员同志要全力互选，让党提名候选人会当顺利当选。下个月的26日，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全国，不管是县处长、乡镇处长、议员、村里里长代表。如果国民党大胜，我们才有机会跟民族进步党安尼来对抗，安尼来国会来对话，不然你就看咱做衰败。所以下个月的26日就非常重要。本身就是东江出身的副馆长洪英忠应邀出席庆祝大会。洪英忠伫个致辞时表示，到今嘛对手还搁咧查公369的敬老津贴，根本就是咧骗选票。369。在魏明谷县长要竞选连任的时候来发放一次，那一次啊，他把所有的钱都发放光了，所以我们的社会处中低收入户还有残障的补助，这个叫法定社福啊，这个去挪用，所以他只发选举那一年，再来就变不出来，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这个不是叫敬老369，这叫骗票369，哦。啊！现在黄秀芳又拿出来了，说他当选要去修法，然后要继续发369。我跟各位报告，魏明谷县长实在就送去修法过了，被退回来。我们也送过去被退回来，因为这个绿能税是国税，他不可能给地方。往年国民党举办党庆活动的重点，就是在组织党员的向心力。今年选举年的重点工作，就是全力互选。广东部呼吁所有党员同事，爱做伙团结，拍赢选战。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打造彰化县成为篮球重要的城市，伫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理事长，也就是中华管理会会长谢振林的努力之下。彰化县第一支职业篮球队彰化伯利利篮球队正式成军，未来将以彰化为训练的基地，透过运动赛事来行销彰化。彰化县第一支职业篮球队正式成立，除了球员一一甲大家见面以外，球队专属的啦啦队也带来精彩表演。
会有这支篮球队的幕后功臣，是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理事长，也是中华议长谢振林。希望透过运动赛事来行销中华，更快当培育更加多篮球选手，让中华成为篮球运动的重镇。支持我们的基层的篮球，然后到在职业中，它会有一个过渡期，那我们希望这些球员哈能在这边，然后来继续来磨练他的那个他们的球技哈，因为竞技的运动它其实是它不能断的哈。大学毕业以后到可能到在更高的赛场，它完全是不能中断哦，因为一中断以后要再回到赛场，这差一年哦，那个会差非常多。虽然中华伯利利篮球队才拄成军，球队总经理就有信心，已经划出伫咧明年一月新球季，将个雕像摕到总冠军的目标前进。为的就是说，能够促进这些在地的企业跟这个运动的赛事能够完整的一个结合，然后让在地企业这边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宣传的管道跟合作的管道。有没有一个短期的目标？比如说多久要打进去冠军赛？我们期待今年就是要拿到冠军，所以说我们期待在这一季，也就是从明年一月的开季开始，我们就可以每一场都能够拿到胜利。球队人员强调，中华伯利利篮球队真重视在地经营，参与各项公益活动，帮助弱势，更加积极投入基层篮球运动。大众新闻，中上中华采访报道。就最乡里幼林园伫本年度申请教育部国教署教学环境实施设备改善补助，调整改造幼林园游戏场，增加 PU 跑道等设施，提升幼儿伫游戏时阵的安全性。二十八号上午，乡长林明佳也带领幼林园的同仁进行游戏场游具启用典礼，让囡仔伫幼林园会当做了欢喜佮安全。小朋友唱歌跳舞，替幼儿园全新的游乐设施带来热烈的气氛。秀水乡长林永嘉就任了后，一直希望替后一代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因此是向教育部国教署申请教学环境设施设备的改善补助，重新改造幼儿园的游戏场。好，今年度我们教育部的国教署补助我们秀水乡立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游戏器具哈。这个游戏器具现在是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游戏器具，包括我们的一个攀爬，以及我们的溜滑梯，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 PU 跑道的设置哈，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有一个安全、舒适，以及激发这个脑力以及体力的这个游戏器具哈。在这边感谢我们这个中央，我们这个教育部以及我们这个彰县政府的这个用心跟补助哈。当然，让小朋友有一个这个良好的这个学习环境，安全的这个学习空间，也可以让他们在快乐的学习，这个平安的长大。因为我们幼儿园原本的那个游具呀，固定式的游具都已经比较老旧了，那可能长期日晒的情形之下，也都已经有破损的情形。那个距离溜滑梯的距离都不符合现在的法规。刚好国教署这边就是有这个经费补助，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游具固定式的游具全新汰换这样子，然后再增设了 PU 跑道，然后还有增加一些可以移动式的那个体能游具，好，那让小朋友有更多元的选择。启用仪式了后，囡仔嘛赶紧来体验攀爬、溜滑梯，身家真欢喜。新游具的登场，相信会当让幼儿园的囡仔有全新佚佗的体验。秀水乡立幼儿园。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今天的客语真趣味单元要来教大家讲客语，透过镜头咱做回来看麦。学年轻神气，欢迎收看《学年轻神气》。我是太风哥，今天要教大家的是甘蔗失掉一亩，张一亩。他的意思是说，
吃甘蔗要一节一节一节的吃，比喻做事情要按照步骤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举例来说，小明做事情常常操之过急，所以啊，出错率就很高。因此，部门经理跟他说：“赶扎是料一目，脏一目。”希望他按照步骤慢慢来，才能完成任务。太甲替俺哥讲一拜，赶扎是料一目，脏一目。暗自说：“脏累了。”幼儿园为了推动人为艺术教育，设计一系列闯关活动，陪囡仔度过欢乐的万圣节。休困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詹桂君。大部分的 COVID-19 感染者症头无真严重，休困了后就会当家己恢复。居家照护期间，请加啉水，休困就够，而且注意身躯症头的变化。若有出现发烧，或是其他较轻的症头，会当用退烧药啊，或是事先准备的药品减轻无爽快。若是出现近视的症头，请随甲医救联络，或者照卫生局指示。使用防疫车队带做伙的人接送，或者家己去病院。若有医疗咨询需要，会当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咨询，或者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得到协助。保护你我，疫苗注射者，做伙做防疫。头一摆配目镜，感觉啥款？敢会紧张？袂啦，免哪会。在我这个年纪哦，习惯把代志看较清清，有时阵嘛需要工务来斗相共。较早是追求自由，我即马是真自由呢。幸福就是踮伫中华安心过日子，阮会用心甲你顾甲老。我的幸福是因为我住伫中华，这里就是我的家。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十月三十一号是万圣节，幼儿园为了推动人文艺术教育，融合学习课程，设计一系列闯关活动。学生用佚佗物啊、文具等小礼品来取代糖啊、点心，加幼童更多健康佮欢乐的生游规则。不给糖就随着万圣节的脚步愈来愈远，街道顶头或者是店家都会当看到充满金瓜、烧精灵等装置艺术。好比一间幼儿园的老师，为了推广人文艺术教育，除了甲幼童做伙画制身躯顶的道具以外，校园内底每一个角落的布置，都会当看到老师的用心设计。那这次万圣节主题，我们并没有跟以往一样就是彩街，那我们现在以闯关的活动来进行。结合学小朋友的课程，比如说蛋，比如说大家一起来运动等等的活动，然后配合体能老师还有家长，那让小朋友呢过一个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万圣节。那这次呢，我们也特别以文具跟玩具来代替糖果跟饼干。欢迎你一起来参加万圣节闯关活动。我来了，我的鸡架鸡蛋，第二关吊蜘蛛，第三关穿越障碍，第四关贪吃蛇，第五关万圣金魂夜。每一个闯关活动都融入学习课程元素，按游戏过程来验收囡仔的学习成果。小怪兽们每一个人都蓄势待发，关注就要设立了。我们会等到关注的。
另外，官员大清美嘛特别准备万圣节的小礼包，家己拿一回欢喜过节。但保组织行长表示，校方嘛用文具甲佚佗物啊当作礼品，取代参观成功的糖仔饼干，让囡仔一回健康搞过。往后上，放头上，往后，往后，往后到。多张新闻，叶鹏武何必采访报道？保安乡埔社区百年私家古厝一部分的老旧房舍，因为当年废弃杂草真多，变成古厝灰暗的角落。在社区理事长陈怡正和总干事陈素芬的协调之下，甲志工同心协力，将老旧的古厝变成充满人情味的家门空间。保岩乡四家古厝老旧空间，伫咧志工的努力之下，让原本破旧垃圾的所在，变成充满人情味的家门空间。这里是我们四家古厝哈，一些已经人拢搬出去的废墟哈，一些空厝哈。啊，我们现在在隔壁那边，我们把它变成布置社区的文化艺廊哈，重新花了40几万哈。把它变成，这是我们义工哈，我们志工呢，我们社区的志工哈，辛辛苦苦先清理，先自己拢自己来了，然后部分哈，那个故宫过量发包给那个专业的哈来做，在那边做的会非常好。就连礼拜假日要甲牌开幕的牌匾，嘛是使用船长施来平的号匾来改做的。这一阵啊吼，我伫咱这条做农会代表的时候念。啊，一个朋友哦、啊，叫来送我，啊，个一个工会，咱塑胶工会哦、啊，叫来送我，啊，就算伤多，啊，甲拔起來，啊，即摆就咱咧文化艺人要用，啊，自己吼来个保有利用，啊，做起吼、啊，这个茶做实在，这毋是迄、那个，要个咧，迄、那个目的，这是成功的。老旧三合院打造成社区的文馆，按这个老中青三代拢照顾着。头一栋的展览，过来邀请社区留彩班的学员进行轰动出场的书香联展。故事设计哈，现在整新重新哈盖了三间哈文化艺文馆哈，就是利用已经废墟那个空屋破旧的老屋哈。啊，花了文化局不止20几万，啊，我们这次在他总共花了40几万哈、啊，把它重新整理，现在这么好看，这么新的文化艺廊哈、啊，这些油彩画就是我们社区的那个艺术家，我们社区有产生的好几位艺术家哈、啊，油彩画他们画，也都是我们社区的展示哈，这些就是我们募集的旧书哈，让儿童哈平常来这边哦，当作他们的图书馆哈。这是我们花最少的钱啊，用发挥最大的功能哈，应该很少社区哈能够做到这样。未来这个艺文馆，卖提供在地艺术文人一个分享加创作的天地。嘛，予百年老古厝脱胎换骨，找回失去真久的人情味。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李冠军，祝福乡亲万事顺心，再会。报道开拓您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